别动。你叫什么？吴东光。把手铐打开。打开手铐。放弃吧。我以人民的名义处决你。等等。等等。你不能处决他。我们奉命来救你。你诬陷命令我们对军统特务格杀勿论。你应该把子弹留下去打日本人。撤！这是哪儿？杂树林。把眼睛睁开吧。其他人？全死了。死了？你这个人还挺实诚的，让你闭眼就闭眼，让你睁眼就睁眼。我是君子吗？君子？是君子还要当共匪啊？那岂不是中共君子？谢谢啊。中共君子，日本兵是我的敌人。你也是我的敌人，后悔了吧？不后悔。为什么？为了信仰，舍命也不后悔。舍命也不后悔，那也用不着两个人都死在这儿。放我条生路，我把他们引开。犹豫什么？后悔有期。